展示个千万把戏。兄弟，这个人说话太狂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干他了。我都上千万把戏，不可能到一千万。年轻人嚣张吧！嚣张玩家打字，要展示个千万把戏。老王直呼太狂了，愤怒上号验证，竟然是牌面之王。我操，不是吧？公屏扫码都能扫上？法系不能到一千万啊！我操！梦幻西游的牌面之王。这把武器的话，法系用可以，物理系用同样出色。这把武器的原造型呢是一把爪刺，仅公主可以用。763啊的超高伤害，在175级的这个啊法系武器里也照样有牌面。577除以3加763啊，这把武器是955的武器啊，这是开啊，开1500啊000啊的价格啊，开应该是原价买原价卖啊。这把武器加专用号150万，能理解吗，兄弟们啊？但是当时呢是17段宝石啊，这个帽子啊。我估计是一个，谁能给我普及一个下18段宝石的价格？求大佬普及一下18段宝石的价格，因为咱们估价很难去涉及到18段宝石的价格，所以说如果第一个就遇到困难的话，后面就没法弄了。有知道的大哥公屏发一发，20万够不够？18段太阳石20万够不够？因为普遍的话都打到了17万啊，不管够不够就20，操！好，谢哥给出了价格，太阳27，月亮35，黑37，舍利37啊！我不能按照你的算法算，我得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，对不对？你花那个钱买，我不要。说得好。帽子的话，17段宝石的话，差不多是一个65万的话，再加上加上它的宝石啊，65万再加宝石啊，月亮石的话肯定会贵一点，给你算个25啊。腰带我太知道了啊，腰带的话19段啊，宝石先来个70万啊，然后17段的无级别加光辉之甲的140级腰带，有人知道多少钱吗？行了，公屏全都不知道是吧？就先算到17段78，嗯。然后再给他一个18段的光芒石，18段的光芒石总得比太阳石低一点吧？啊，还是一个20万啊。好了，这个鞋子有人知道价格吗？兄弟们，我不会，谢谢。鞋子有人知道价格没？过没过百啊？因为鞋子的话是一个全门派通用的，放下屠刀和野兽之力，这基本上是团队必备的特技啊。鞋子100够不够？多不多？少不少啊？120买的啊？那我还行，只差了20啊。项链的话，它跟叶开225万、245啊之间，我不确定啊，也算240。这种项链我最便宜的时候见过50-60万啊，几年前啊，50-60万的无级别项链的价格高，我特别不理解，因为那几点灵力根本就看不出来啊。衣服我知道啊，兄弟们，这三件东西你们知道多少钱吗？啊，1000有点吹牛逼了啊，都不想说啊，我不确定啊，不确定，但是据说是3件650。好，就这三个啊，因为这是1109唯一，这灵智的话，正常法伤的话是。下盘是10，总一个爆了6，一个爆了3加2，然后还多了一段修为10。上盘的法伤呢，100级的国标呢是20啊。这超级简易灵石，这个是30级买的啊。这个有一个灵石是他刚买的，买之前他说人家没有用，然后人家上架他这么给人买了，买了好久他都觉得没有用，就摆28万的时候他觉得是垃圾，突然被人买完以后再摆35万，王谢觉得哎这个东西真挺好。打没打修为石我不知道啊，他有一个是买的，我大概知道这个事儿啊。这俩灵石给他算成一个75啊。这个速度高的应该会更值钱啊！这两个细节其实很细节，兄弟们，这是一个109级的号，四个零是全是120的啊！太残暴！好，来看一下，这是20万啊，20万。最近在收号，有要回坑或者快速脱坑的，可以来问问，说不定就能帮到你了。多问问也不吃亏呀、啊。95万，45000，20万啊，加78万，加70万，加25万，加65万。加20万，加150万，2000多万，还行啊，也不是很贵啊。公屏开始200万收了啊。你这人有点意思啊。谢哥是我梦幻西游最大的回忆啊，如果梦幻西游没有谢哥的话，我的生活也会少了很多啊。刚开始认识谢哥的时候，谢哥玩了69玉女大堂啊，那个大堂刷新了我的认知，当时我是一个估价主播啊，就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号啊，因为当时直播估价呢并不成体系啊，大家都是各玩各的啊，大家就是每天通过什么贴吧啊、论坛啊啊，就争论着谁是第一，谁是第一啊。谢哥出现以后呢，基本这个争论就开始休止了。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谢哥啊，青涩时候的谢哥，这个算是第一个，这个是属于王谢的东西，王谢在69时候的一件装备啊。当时谢哥这件装备呢，来找我估价，我估的一个是15000，我当时没有人用超级简易啊，这是第一个印象里用超级简易的。这是当年谢哥用的衣服啊，谢哥用的衣服，我说谢哥你可真牛逼，这衣服打地不得10万块钱呀、啊？再算宝石不得17万呢啊！然后在69级全号的估完以后呢，当时做了一个总结啊啊，超级简易的80零式满段就是8段啊，为什么只打8段啊？王谢扛到估号200万以上，看完好像感觉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啊。然后当时在2015年，大家对王谢最大的评价是花了那么多钱还没有我的等级高啊。看看王谢其他的装备，当时啊，
凝滞加固级别，这是2015年的王谢啊，兄弟们啊，这是当年王谢的武器，竟然用白板的1129:3加550，926的武器，还能再打上一个的宝石加8.3。谢的武器当年的话是934，然后王谢当年做了69级第一以后的话，他的励志呢是做69级第一，做89第一，做109级第一啊，看看他当年吹过的牛逼后来实现到哪，看看他玩了89级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唐升到89，带了超级简易双双一速十钻行为时，看王谢89级的时候用的手镯啊，也是超级简易，89级用的武器还是69级的武器，多了一段宝石，征服完了89级啊，紧接着呢又来到了109级啊，牛逼牛逼啊。